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，今仔日是正月初九，天公生。早暝十一点到主时，各地天公庙都真侪人去拜拜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昨一暝就连走三间的天公庙，啊，总统府的秘书长陈菊嘛，加调回到高雄人文的天公庙来参拜，阁发蔡总统的小福袋啊，予现场的香客心花开。初九天公生，十二暗，十一点了后，各地天公庙人真多。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来到中央新庄的天公庙。沿路民众拢小姊妹来翕相，真无简单，才客到庙里开始参拜。韩国瑜上任了后，第一个过两年，初九天公生，各天公庙拢发出邀请。一直暗嘞，都爱连走三场。昨夜新庄啊，天公庙、玉皇宫，也有风山的天公庙，那是叶夫人李家芬，嘛穿黄色道袍，来到昨夜天公庙担任主祭官。另外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，伊嘛现身伫高雄金母的天公庙来参拜，嘛发这总统蔡英文的小福袋，好多好来拜拜的民众拢非常欢喜。